from China to the earth, from China to the earth, from China to the earth, from China to the earth. 我现在呢，距离打完疫苗过去了一天，然后现在觉得浑身有点酸疼，然后有点冒汗。我在此之前买了两瓶这个益生菌 shot， 然后我准备一会儿喝一瓶，另外一瓶呢留着明天喝吧。这个下面还带了一些这种姜的粉末，还有一点白白的东西。对，其实它本来是那种就是分离的，使用前呢一定要摇一摇，我这个呢已经摇过了，然后先开始那白白的感觉有点不容易化掉，现在呢已经也化了，摇一摇把它喝掉。前几天收到这个马里奥本子，它里边呢是带这种就是写那种日历的，然后上边呢都是20开始，这大概呢能用个80年，因为现在是2021嘛。然后这个前边呢是有他这几个人物介绍，我就是玩游戏，然后就是他有他自己那个会员，然后要积分吧，就完成一些任务然后才得到这个的。然后说是兑换，他是要积分，然后还是要掏运费的，不过呢现在呢还不太舍得用，主要是也没什么好记的，一般记这种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很难坚持下来，可以把它当成手账本。但是我觉得手账本就属于那种只会感动自己，就谁会看你那个东西啊。我现在呢是打完疫苗第三天，我记得第一天晚上的时候，就是呢我担心第二天胳膊会酸，然后我就是抖了抖肩，然后呢就是抖抖肩抖抖手之类的，然后当天晚上呢就是胳膊有一点点硬，但是第二天睡醒以后就不硬了，这块呢是软软的，然后呢这块就是打的位置长了一个小包，一个小红包，也没有什么大碍。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白天我就觉得头很疼，大概呢睡了一天，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后腰部分特别的痒，刚开始呢我以为就是挠挠就好了，然后呢我挠完右边左边也开始痒了，后来我照镜子看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凸起，有点像蚊子咬的包，就是那种小小的，但是呢是不规则形状的，然后就连成了一片，当时呢不泛红，但是呢就是后腰部分全都是，我就有点担心，开始查就是网友有没有类似的经历。我查了查呢，就是大家副作用还是挺不一样的。后来呢我就开始忍着不挠，因为我自己呢是属于那种过敏性体质，而且呢我还特容易被这种蚊子或者虫子咬，然后就是每次呢就是咬了一个小包，然后我就是挠，挠完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特别大的包，之后呢还会变硬，然后就而且好久都下不去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身上的体味有什么特别，就是特别吸引虫子，然后也特别吸引狗。我出去遛弯的时候，就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，然后很多的那种小狗就是一看我走过来就冲着我的气味就过来了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身上的体味就特别招虫子。然后有点扯远了，我就意思说就是我一般过敏以后就是那种包很难消下去，当时我就忍着不挠它，然后我这后背上的包呢大概隔了一两个小时这个包下去了，但是周围呢就开始泛红，就红红了一大片。其实直到现在我这个后背还是有一点点痒，但是呢已经没之前那么痒了，其实总体来说也没有多痒。然后就是这个其实有点像起水痘的感觉，但是呢这个痒的程度不如起水痘那种痒的程度。然后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起水痘的话你就是一定不要挠，我小时候有同学他脸上有疤就是因为起水痘然后挠的，大家就如果就是起水痘手贱的话就可以戴个手套然后睡觉。然后现在呢我这个后背也不泛红了，也不怎么痒了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就是它开始痒的时候你越挠越痒，如果你不挠就忍过去，然后之后可能也没那么痒了，其他就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了。大家呢如果就是有这些症状如果能自行恢复的话还好，如果就是有这种副作用好像身体不好的话还是一定要去看医生。我看到就是有网友讨论，有的人真的是发现有不良反应去看了医生，然后真的其实问题还挺严重的。
以上呢就是我打完疫苗第二针的副作用情况。我去吃火锅了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Read me like a magazine.